我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。如果你想救他，就自己去救。记住，你是比所有人都特别的青衣。青衣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嗯，头很重，过去的事情想不起来，但我记得我全家被灭门。我会救你，请你相信我，不管我做了什么。我信你，哪怕在那人间。很抱歉，我记不得你和我的关系，但我知道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。有点头晕，我抱你上马。你身体很弱，现在看起来你很了解我。你到底是我什么人？我不是你。我们会离开这里，去云顶雪山，那里有能救你的冰山雪莲。这枯树，马能跳过去吗？等我劈开它。这周围有些药草。你身子弱，要准备好了，你服下吧。舒服些了吧？嗯，感觉好一些了，而且我好像能记起一些往事了。我扶你上马，继续前行吧。沿路可以找到更多这种草药。
这里很像记忆中的画面，可以牵我过去看看吗？雪晴林深，记忆中那是我的家人吗？是你的父亲吧？父亲，那个羽翼。别担心，或许这些你似乎没。这浮冰太危险，我独自跳过去，在这里等我，我会回来接。
不知不觉，两岸的景色已经葱郁起来。嗯，我们再向前划一段，就可以靠岸了。青衣楼是江湖中最强的刺客组织，青衣是青衣楼最好的剑客，哼，却成为了青衣楼的目标。让我看看青衣的剑有多快。凡剑招必有破绽，看准时，闪避，诱出敌人破绽后，发动反攻。对方会格挡我的剑招，需以凌厉剑招持续。剑意已满，可以发动必杀，重创对手。闪避。招式已被看破，继续强攻亦被反打，我若暂且后退，
剑恨凌厉，但不再有夺命之风。赤木关无命已经现身，缺乏战意的青衣，哼，不是他的对手。